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全部表演结束，然后谢谢各位嘉宾今天的莅临，你们的莅临呢是带给演出者最好的鼓励。有一场演出哈，就是大家都很辛苦，比如说家长可能要陪孩子练习哦，这其实就已经是很辛苦的事情了。那也要谢谢就是今天所有指导学生的老师，还有我们最辛苦最辛苦的音乐乐园的大家长，我们的黄主任。他呢就是主任，他一直都在替孩子呢大家找舞台，给孩子有很多很多的演出的机会，给孩子孩子很多在学习音乐的学习的路上很多很多的养分。我们谢谢黄主任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二梯次哈，第二梯次呢我们就是大概是钢琴还有小提琴的呈现，然后还有吉他。那我们很谢谢有三位指导老师，第一个是洪瑶珍老师，我们谢谢他，是钢琴上面的指导。那再来是第二位吴文轩老师，是小提琴跟钢琴上的指导，谢谢。然后还有一个是陈湘云，是那个郑怡文老师在后面。对，因为有那个姐妹的关系，所以有的学生就先拉在同一场次，这样子会比较好接送哈。那还有一位是林心慧老师，林心慧老师请出列，在幕后当工作人员，非常的辛苦。好，林心慧老师，好，我们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先来颁奖。好，来小朋友来，我们全部来一起来拍个团照，然后我们来颁发奖品哈。今天大家都非常非常棒哈，我们音乐种子呢慢慢的开始在发芽了哈。对，有学习最短的是多久？好像有一个三个月而已哦。好，好，来，那我们就是矮的先排前面，排第一排。好，来来，小萝卜，小萝卜，来来。对，斑马老师来，先让他们自己抽，好，让每个小朋友自己抽。好，那今天非常谢谢哈，那辛苦的家长，然后在幕后这么勤奋的盯着孩子们练习哈，那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哈，然后今天有小小的成果哈，那大概都准备三个月以上吧，差不多哈。那谢谢大家。那我们呢那个录影呢跟拍照的部分，因为我们都是请非常专业的哈录影师林嘉欣老师，还有那个古月能先生哈来帮我们拍照跟录影。那这个发布的时间呢，我们到时候还会再做后制哈，会把一些杂讯啊或者是有小孩哭闹那种声音尽量把它压低哈。那我们呢那个发布的时间会在粉丝团上面会再公告。谢谢大家。